欢迎大家收看 CPM TV， 我是 Ferris， 我是妹妹，让我们一起来听报告。第一项报告呢，是我们的 C301 发现四宫装备课程，时间呢是等一下的下午12:30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准备好来上课了吗？第一项报告呢，就是在等一下的下午1:30，我们有复兴祷告会，让我们以祷告来摇动神的手，让神的作为更大的在我们菲拉铁菲教会彰显。Amen。在等一下下午的1:00，有我们的 M4J 一致代表团队的训练。凡是想要成为 M4J 的一致代表同工的弟兄姐妹们，记得一定来参与这堂训练哦。各位领袖请注意，在等一下下午的2:00有我们的领袖会议，请各位一定要出席哦。每一个星期六呢，我们在这一个地方都会有 Super Kids， 而来临的星期六呢，主题是 Angel and Devil Super Kids， 你们预备了吗？各位年轻人们请注意，在来临的星期六5月25号的4:00到6:00，我们的 Dream Factory 照常聚会，到时见，记得一定要来哦。5月份和6月份的讲题系列是 Lost 迷失，而在下一个星期日呢， Buster Mate 将会为我们分享 Lost 迷失之不可能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。 人虽然没有3头6臂，可是在生活中却需要扮演多重角色，你应付得来吗？下个星期日我们将会有特别的哑剧表演，把你的朋友邻居都邀请来吧。各位还剩下2个星期的欢庆喜年家庭营，你们报名了没有？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话，聚会过后请赶快向 Michelle Chong 姐妹来报名哦。还有凡是报名了朋友们请记得缴付你们的费用哦。一房公寓的双人房我们是收费280令吉，而两房公寓的双人房每一个人是收费240令吉，而如果只是需要膳食不需要住宿的儿童4至12岁的，我们是收费100令吉，而13岁以上的呢，我们是收费160令吉。我们的费用是不包括交通，如果你需要交通的话请额外缴付40令吉。我们2个星期后 Bukit Gombak 见。哎 Felix 啊，那天啊 Pastor Mate 跟我们讲6月2号什么什么什么 project 啊。啊对对对，什么了啊？了哎、欸。那个啊，走进社区计划。哦、对那个。噔噔噔噔。哦。
在6月2号呢，让我们一起穿着这一件 T 恤，在聚会过后，我们一起出去外面享用午餐，一边吃一边把爱传出去。哎 ，Felix， 你去年有去那个 M4G 一次特会吗？有，这么多，是不是很多神迹发生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非常难忘，是不是？啊，不能忘记嘞。对，没有错，在来临的6月6号至6月8号，我们的 M4G 神大能一次特会就是在 Bukit Jalil Club B 7点半。哦，怎么在 Club B 的啊？因为 Club B 咯。我不要，我要去 A。哦，叫你去 A 咯，叫我去 C。叫你们要去 B 啊。在6月29日星期六早上9点钟至下午的12点钟，是我们的 Five and Two Community Service。在当天 ，Sunday School 老师会以一般的童工去到松爱部落医院儿童部门去做探访。凡是有兴趣参与的弟兄姐妹们，请向燕云姐妹来询问详情哦。信而受洗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真神。7月14日星期日有我们的受洗的仪式。凡是信了而还没受洗的弟兄姐妹们，请赶快向你们的小组组长或美邻区牧来报名哦。这里有一个温馨提示，凡是0至1岁的孩子呢，请带去1楼的育婴室，而1至3岁的孩子呢，请带去2楼的活动室，而4至12岁的孩子呢，请带去3楼的主日学，那里有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会教导他们神的话语。这里有一个温馨提醒，聚会已经开始了，请记得把你们的手机转成震动模式，还有在聚会的时候不可以做什么，到处乱走动。对了，我的报告到此结束，请预备好我们的心，又做什么？来奉献。Amen。